学员们说着流利的英文，展现自己学习英文观光导览成果，这也让台下参加的长官贵宾报以热烈掌声，以表示赞许。为了让县内失业者习得一技之长，由县府委托民间基金会开办的英文观光导览人员培训班，就在这一天进行成果发表。县府秘书长致辞时，期勉所有学员要将300小时所学的英文技能应用在生活当中。300个小时的训练，除了你们今天的表演之外，在实务上你们也都能够应用得上。本身的话对旅游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是这专业知识里面呢就比较欠缺这一块。那很感谢萨博尔文教基金会还有南投县政府举办这么好的一个班级。然后用自己很贴切的话，不一定要死背课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比较有信心来接着来做这个，先从本地的 local guide 开始尝试看看。议员萧志全对所有24位学员都能够通过训练也表示祝贺，也希望这些学员未来在导览技能上都能够不断精进，以协助提升本县观光实力。英文讲起来是国际相当通用的语言啊，这一次我们县府特别委由这个基金会办理整个培训的工作对学员们学有专精而且整个成效卓著，感到非常的高兴那也希望说接下来7月份的整个升级的课程训练也希望所有我们参与的学员能够继续延续来提升整个我们南投县的英文导览的水准。主办单位县府社会处表示，这梯次所举办的英文观光导览人员培训班只是初级班，而在本月中旬将会继续开办进一步的高级班，课程将是以考取观光导览人员证照为目的。民意希望怀疑随地采访报道。